湾博物馆所规划的巡回展览，即个是来到台南市图书馆的永康新总馆来展出，展期到十二月，会当看到真自然的科学的插画。台南市立图书馆永康新总馆做巡回展，邀请市长黄伟哲、文化局长叶德山等人为巡回展进行开幕。市长黄伟哲嘛讲，真欢喜和台湾博物馆合作，将巡回展刷到台南做展出，除了提供研究、各有观赏和艺术的价值。很多科学画家他们其实画的这个部分不仅有科学的意义，还有艺术上的意义，所以说看这个博物画里面哦，许多我觉得看起来，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它的兼具这个文化上的价值，还有科学研究上的一个价值。展览有自然史、科学画图、画说台湾和当代科学画图示范等等三大主题，展期会到十二月为止，有兴趣民众拢会当来欣赏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